这个影片它就是介绍孩子一路成长的过程，包括他求学、工作、创业、生活，在台北市都可以靠着这些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有一幕是我担任健身司机，那个角色是很新奇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扮演过。其他包括有小学老师，然后今天就是单纯一个棒球迷。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棒球迷，那今天刚好到大巨蛋来。我想上任即将满一年，我很谢谢我们市府团队、市府同仁非常辛苦，我们也尽力的聆听市民的意见，看在市政推动上面哪些可以做得更好。那更重要，我们希望造一个充满活力、充满希望的城市，希望能够在细节上都能够照顾到所有的市民朋友。